大家好，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正式教授刘碧荣，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智慧微视频。今天我们谈判锦囊呢、啊，将各位带各位谈到谈判沟通管道的第三个管道，那就是写信。我们常发现哈、啊，你发写信也好，你 email 也好。 呃，这这里面其实我我们很多年轻人喜欢用这样的一个渠道，对不对？也许管道。那你今天如果你约朋友见面，你是你你发一个 Line 啊，一个微信啊，一个什么嗯 QQ 啦，都都都没有问题。正式的商业谈判，那我怎么谈？啊，这上面那我如果真的写信给他，我发一封信给他。所以各位，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为什么我们把这个写信啊或者 email 摆在最后呢？因为他非常非常的不清楚。 不清楚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我不知道他的表情，我不知道他的痛，他的调子，最主要是这样的，是吧？比如说我我举个例子，今天你是我同事，我昨天昨天呢发个 mail 给你，发 mail 给你呢，那么今天我在办公室碰到你啊，我就说昨天的 mail 你看了没？你看了没？哎，我笑笑的跟你讲，你看了没？你可能想，哎呀，里面有什么好东西啊？我还没打开看呢、啊，哎，晚上看，晚上一定看。如果我今天跟你讲说，所以你看了没？ 你看了没？你晓得我要找你算账。可是你看了没？这出现在 email 上面，它是一个没有表情、没有声调的一个一个表达。你怎么晓得这句话是好话还是坏话？对不对？你怎么晓得好话坏话？你看了没？你看了没？这话什么意思？不知道嘛？所以为了你，若告他说这不是一个坏话。 那于是我们可能会想办法在上面多讲几句话。当然了，你也可以，现在年轻人沟通的时候，你可能后面放个笑脸呐、啊，放个表情符号啦。可是你正式的、正式的谈判，你不好放个表情符号嘛，对不对？你呃年纪也大了，你放个表情符号看起来很不庄重嘛。所以这时候你的写字就要多几个字。昨天，昨天那封信，你有没有机会看一下？ 你有没有机会看一下？这起码告诉你说我是没有恶意的，所以这是特别特别的留意。我们常常发现哈、啊，发发 email，首先一个就是我们以为要省字，结果要省字呢，把很多事情我认为他应该知道的，他面对面谈判讲话，他应该知道的，结果一变成没有，他通通不知道，因为他不晓得，他会往他的害怕的，往他的一种的脑筋里的方向去想，对不对？ 所以你宁可多几个字，然后第二个呢，还提醒各位，你发 email 的时候特别小心，不要有错别字，多看几遍。所以我常常跟我学生讲，有些时候你多看几遍。我们常常忘了附带一个文件呐、啊，什么那是常有的。但是多看几遍，看看哪一个缺什么东西，缺什么东西，多看几遍再出来不会错啊。所以不管最最后总结，我们这三集我们讲的什么呢？我们讲的怎么约人家面对面，我们讲怎么打电话，我们讲怎么发 email。 这个都是我们要做谈判、建立沟通管道的一个基本动作。所以从现在开始去改变你的习惯，让它变得更好，你会沟通更有效率。我们下次再见。